你怎样定义生命的盼望呢？是升职，在学校有好成绩，幸福的家庭，定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呢？在不稳定的日子里面，盼望是前途未明时仍然有坚定的保障。以赛亚书40:31里面讲到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在将临期的第一周里面，问自己这条问题，你在哪里找到生命的盼望呢？